令电工机械110全年度第一次模拟考第二十三题，直流泳池发电机。第二十三题题目：政府近年来推动再生能源，有一台风力发电机使用效率为 40% 的直流泳池式发电机，接上两条内阻分别为 0.2 欧姆的输电线，提供给100伏特 5kW 的负载。求发电机的输入功率要多少马力？这一题我们可以从电路图开始来解。首先算出额定负载电流5000瓦除以100伏特等于50安培。这时候我可以算出上面的 0.2 欧姆为10伏特，左边为正。下面 0.2 欧姆也可以算出10伏特，右边为正。负载端电压100伏特，上面为正。所以直流发电机电刷两端发出来的电压应电势就等于120伏特，这时候我就可以计算发电机电刷两端输出的输出功率 ，PG 乘以 IA 等于120伏特乘以50安培等于6000瓦，这边指的是发电机端的输出功率。题目又提供了效率 heat 等于 Pin 分之 PR。所以 40% 等于 Pin 分之6000，整理一下 Pin 等于6000除以 0.4 等于15000瓦，再除以746就可以得到马力 20.1。 所以这一题答案为 A， 谢谢大家。